晚上好。大家火量丢一下。晚上好。好困呢，一开电脑就困了，怎么办？哦，我的标题咋的了又？哎，我的标题又不行了，什么鬼啊？不是，刚给我来个我的开播标题，我都没有换。刚开始不是。我改一下，晚上小火车，我改一下，不是温柔乡嘛，然后就给我违规了，你懂的。大家想听啥？今天晚上是不是应该红歌会来一下？晚上好，杜杜弟弟，晚上好。嗯。
我的头发每天都洗头发了，好吧？像我这么，晚上好呀，灰木，晚上好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晚上好。对，我就写个温柔乡，就不行了。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对，没洗头发是很正常的。今天想听什么，自己点一下。晚上好，红中梗，欢迎红中梗。大家分享啊，分享哦，在泉州是吗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哦。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哒哒噔。Remember，晚上好，等我一下，卡中间一点。MOD，MOD，我特别喜欢听杰哥这几首歌。谁的呀？是这首吗？
我们的混合吗？换一首吧。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没有了，我就随便发喽。我的祖国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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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日子适合听一下《我的祖国》，我找一下。哦，小鬼呀、啊，哦，小鬼，小鬼参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是中国有嘻哈吗？我的祖国，青春纪念册，我的祖国。我的中国心，我找一下，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。那好吧，青春纪念册，感觉好早的歌了，有青春修炼手册，南拳妈妈。然后我放南拳妈妈歌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特别特别老了，这首歌南拳妈妈都是的歌，这首歌我还是听过的。晚上好，欢迎 The Mamba 叔叔，觉醒年代。晚上好，华哥。新歌纪念。晚上好。哎，我的鼠标怎么有点卡了？去看什么？晚上好，真香。看什么？觉醒那个什么吗？90后再家族。觉醒年底。是吗？我没有看呀。巨好看，真的吗？我要没有千元榜了，来，我们再找一个。这个歌是不是一到毕业季的时候，特别特别多的人来，特别多的唱这个歌的？确实好看，我也要去看一下。晚上好。这个歌名叫啥？我听过什么？我听过什么？这个歌名是啥来着？这个歌名就是我的青春纪念册，青春纪念册。对，你听了，你听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很古老的。可米小子。容我写个剧情啊！毕业也没唱过，毕业应该唱那种五月天的歌会比较多。干杯！
我们来个干杯。五月天的是吧？没有人给你自个儿集结。哎，虎羊记得丢一下。隐形的翅膀，哦，我们也唱过。隐形的翅膀我们也唱过，会领唱的那种。你看这个五五五发的就很暴露年龄。毕业唱恭喜发财。可以可以。不，我们今天不放偏爱了，偏昨天被封了，扎心。昨天的哎，这个弹幕会刷新吗？昨天的弹幕王是小紫兮，然后是坏坏，然后是路易斯，然后是亮哥。对，天天偏爱，小紫兮保持住啊！这一个月，我截个屏来看一下。哎，跑哪去了？哎，哦，这里，我找不着他了。哎，我怎么截不住嘛？他总跑。还信不信你？信你了啦，信你了，就信你，都是你的错。郑中基，我只听过那个无赖。谢谢交错灯牌，爱你哦！谢谢交错。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？居然是这首歌。都是你的错。哎，这首歌是什么来着？原本。什么什么爱上我是吗？都是你的错，交错都是你的错。你看押韵哈，哦，月亮惹的祸。我开了呢。我放这里接一下，要不然我总接不住他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能够看到的每天的弹幕，每天的弹幕都是可以看到的。到时候我们会来统计一个月弹幕的排行，大家没事可以多发一点弹幕。我觉得我们弹幕就每天就在这个时间，就在这个时间发。是不是？你看没？等下一周的，阿山好弟弟，下一周的话，我会把它弄一下发群里，大家没事可以多发一点弹幕。应该是在发数字。发数字他可能是不知道会不会统计，我不知道。
关心我感受，温柔的姐姐。没有，就是我们会到月底的时候呢，统计一个弹幕王出来，然后送抱枕啊之类的，好吧？淘气的臭弟弟。还发不了吗？亮哥还发不了弹幕？晚上好，豆豆没有豆豆。发不了呀？为什么会有的人发不了弹幕呢？我看了的弟弟，为什么有的人会发不了弹幕呢？应该不是被禁言了对吧？黑户是什么东西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曙光。系统针对了，哦，无忌麻辣油我看了的。
啊，1943。我还放过可爱女人呢，然后这个歌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，其实很早了是吧，好像是。谢谢谢谢鸡蛋王哥的续费。对，我每天是有宝藏任务的，中奖要截图吗？都可以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哈，没事的，最好是截一下，忘记了也忘记了也没关系，等我下播了发你哈。大女人我们已经没很久没有，咱们直播间已经很久没有人点30岁的女人了，这是静哥，晚上好，新年。你基本不冷不领奖了吗？你人花过分吗？上海滩点一下什么、嗯、好的好的好的，那不行每天问我来要大家上上电视哈，想听不一样的看不一样的就可以魔法书试一下。郭德纲版的花心我没有听了，确定要放吗？温柔姐姐，还有我把握不住的光是哪个？我找一下。光，啊，陈粒的歌还是可以的，陈粒有首光。光落在你脸上，可爱一往常，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，却释然有点脏，路人行色匆忙，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小笨。我找一下，让我先写一下剧情是什么。谢谢谢谢黄普瑞涵，谢谢瑞涵，谢谢魔法书，爱你哦。啊，我相信光吗？等我换一个。大家还有什么要听的歌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放一个那个叫学友歌的吧，我的祖国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的祖国，我的祖国。
我和我的祖国，该死的温柔，我和我的祖国，我的祖国。啊，不是这样唱的，我啊，这个石头哥这个 Q 号的头像好洋气啊。花海好像也是我们经常要放的。我发现咱们直播间点来点去都是这些歌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的祖国。好，我每天都很早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通天大道宽又阔，《西游记》上的啊，不是。这个好像是通听这个歌的时候，听我的祖国呀，接红歌会呀。现在立马感觉我们对，严肃一点。那你是要听哪个版本呢？难道你不是要听这个版本吗？我就搜到这个版本了呀。还有几分钟啊，刚翻过了一座山。嘿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月夕。感觉就是打开电视机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哥逃了车，这个其实还是，对，就感觉暑假那种，跟《还珠格格》一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听。好了，我们假期准备开始了，大家准备把《还珠格格》什么都安排上。刚刚我不知道谁点的，华哥点的。中奖了等我下播发吧，好吧。当可以，下一首我们把当安排上。这个糖豆车，大家上电视吧，我来找一下。假期必备，其实应该是第一部的哈，我们应该放那个歌。晚上啊，对，情深深雨蒙蒙有没有？
这歌的加速器，八级牌子大家可以私信我。马上你讲，你可拉倒吧，什么喜羊羊，你都是看海尔兄弟长大的。像哪像我，都是看小猪佩奇的。深深深雨蒙蒙，嗯，对对对。嗯嗯，花园宝宝都花园宝宝长大的，错，天线宝宝，你明明是，嗯，刚中了一个电视机，都有啥？刚中了一个电视机，就是，嗯。海尔兄弟有几集吗？故事书我会私信你的，你看一下啊，就是听的。啊，对，中的什么发什么，吓死我了，没把我送走了。小点声。哇，这个蜻蜓队长我还真没看过。对，小时候只有电视，也没有别的。当狂风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。对，我们直播间经常复古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守候，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，他们还有一首歌《无情的情书》，我就是听杰哥唱的这个。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。啊，鸭子侦探，不知道，忘记时间，胡歌的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剧情还没写完呢，马上开播了。健身的，这都不用想了，这一看就是好。岁月神话，不是鸭子侦探，我前几年我看一个，就是那种。就是一个人说的嘛，就是说的鸭子侦探上面很多还挺恐怖的。鸭子侦探你看过？谢谢卡尔托夫斯基的钞票枪，哇，这个大气，哎呦。我找一下，是九九的吧？对对，一九。哥哥留言给我。当，对哦。我的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，祝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。这什么逻辑？比你大一岁，玩的比你早走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，祝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。哎，我都卡着你了。潇潇洒洒，
是吗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还有什么想听的？还能再放一首歌的时间。等一下哦。晚上好，烟霞哥哥，烟霞哥晚上好。复古直播间开启，还有没有更老一点的歌？啊，忘记时间也很老了，很老了。忘记时间，剑三上的吧。《仙剑奇侠传》应该没有看过的吧？作为一个女生都看过是吧？错，每天让你走进直播间，就让你感觉回到了暑假。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《一吻天荒》这你看过？就是剑三应该不是李逍遥了是吧？剑三好像改名了，叫什么来着？还是前两部好看吧。千千等一回，别呀梦梦，越来越老，景天不是李逍遥了，景天也还行吗？其实很多剧情都忘了，就把这些歌记住了。雪剑，嗯，剑三好看。嗯，但是胡歌演的电视剧现在也挺好看呀。胡歌演的电视剧，我还是会追一下的。到底是剑几跟剑几？对，他还有游戏的。那些曾经温暖鲜艳，主要是胡歌好看。渐渐的忘记，赶不上明天。我今天去了一个直播间，有人唱这首歌，哎，那个男生唱的还挺好听。一和三，没有你的笑脸。渐渐的忘记，忘记了时间。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对对对，到最深处，纵然那只是瞬间。大家上一号电视好吧。嗯，我对我都信的只有我杰哥。还有18本书过人物，我的天。还有人抢老胡的，晚上好，梦梦。没有，昨天播了。催眠医生。我怕一会儿弹幕可能没有人抢，因为女粉没有来到直播间。看，也可以。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，纵然那只是瞬间。哪首哪个冒号呀？这个冒号吗？这个冒号吗？一人血书，我感觉你也是一人血书，好改一下。那好，怎么英文就英文的？哎，怎么没有了？为啥英文的写不出？什么东西啊？这里还有一个，不是哦？你讲，你知道强迫症，这样可以了吧？
还有哪个？还有这个23点的，对吧？强迫症，强迫症。你只要，只要我自己看不到弹幕上这些东西，温柔的问，晚上好。忘记时间都放了，逍遥叹不远了。温柔姐姐那一行是吧？等我一下。啊，这个冒号。觉得这个还有大写小写呢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你讲。字体小吗？大一点。你不会吧？你还想把光棍再听了？这样可以了吧？真难伺候。臭弟弟，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。别着急，一点一点来。对，先逼死强迫症再说。臭弟弟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臭弟弟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给你个眼神。六月的雨，白色字体，一点。幸好我强迫症还不严重，我只是受不了家里面太乱而已。啊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吧？真的是。哎呀，十点了，我要去一下洗手间，回来开始。等我一会儿啊，给大家再放一个逍遥叹。光棍儿，等我一下。每天都神的来，要大摇大摆的享受着春的花开，潇洒为感情犯错，那太傻。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，有太多心情等我逍遥啊，天知道寂寞什么滋味。乘着风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，有太多心情等我逍遥啊，天知道寂寞什么滋味。我先开心，其他的事想他干嘛？我以为我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，为什么我以前没见到你就叫到男人？我怎么变得这么蠢？我以为我就是这样快乐的光棍，却为何老是拼命跟自己斗气较真？放完了。
着，才发现我已经爱上你。说怎么这样？爱上你，听完再开始，行吧？行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够了够了，知道了。够了够了，我们开始了，好吗？听完再听一遍。你们为什么喜欢听这个？每天都伸着懒腰大摇大摆的享受着春暖花开，以后就给大家放这首歌哈，以后经常给大家放这首歌。乘着风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，小一点声。以后大家没什么歌放的时候，我就把这首歌拿出来。嗯，直播间主题曲被我们换了。就还用这个吧，还用这个 BGM 吧。嗯，我们开始了。好了。晚上好，贵宾147，我那个统一晚上好就好了，要不然我最起码要读五分钟。晚上好，大家那个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睡觉之前记得跟我说晚上好，大家免费虎粮丢一下，然后可以砍一个圈圈的小泡泡，好吗？如果想听不一样的，看不一样的，就魔法书，你懂的。过过我们的任务，宝藏任务。晚上好，对大家主动点跟我说晚上好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晚上好，蓝点点。出场。